散热器对电脑处理器温度、噪音和寿命都有一定的影响程度。对于不少用家而言，安装上的便利性亦是考虑因素之一。Cooler Master 日前推出 Hyper212X 散热器，主要针对中阶和入门级用家而设。除了设有同导热管的实用设计之外，更改良了风扇扣具，令到用家日后能够方便清洁和更换。全新 Hyper212X 同样采用4组 6mm 同导热管设计，底部接触面保留旧有 CDC 设计，能够直接接触处理器表面吸收热力，同时设有 Tunnel Effect 功能，将散热滤鳍片表面由平滑改成设有不同的坑纹，能够令到流过的空气绕向铜管部分，提高散热效率。 Hyper212X 能够兼容现时大部分的处理器，扣具需要连同金属背板一并安装，以免主机板受重力而造成弯曲。散热器约 158mm 高，滤鳍片约有 50mm 阔，足够中低阶平台应用。随散热器附有一把 120mm 散热风扇，采用第四代轴承设计，寿命大大提高，同时轴承能够自行润滑，减少轴承和扇圈之间的摩擦，代表噪音能够大大减少，用家亦无需自行添油，十分方便。另一方面，为了减低用家为散热器加装或者更换风扇的过程中遇到困难， Hyper212X 为风扇扣具作出改良，除安装更加容易之外，移除风扇亦非常简单，令用家清洗风扇的时候更加方便。